第一次老化了，稍微不小心我碰了它就断了整身瘫痪。这边哦，那边有问题。哎，我的脚底24小时麻。麻是两天。嗯，脚底。24小时麻。24小时哦。嗯，然后我走路走3分钟，我就麻到不能够走，要走，坐2-3分钟我才可以，OK，再走。那医生是说哦，你颈椎压到神经线。颈椎B4B5压到神经线，所以连住了，所以它血管不到了，会影响的。他说有车哦，从后面撞啊什么东西，太出力，撞到他就会断掉。我整身就是剩下头可以讲话。唔该。这个，怎么打？喂。医生是叫我交代说，这边要小心，不要出去。按这里痛吗？有一点。这里啊，有撞过车吗？没有啊。撞过一次，不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在屁股那边穿过来也没有。有。有哦。这个已经是有事情了的。痛了很久了，这个问题。哇，这个问题我的脚跟这边半年了。半年了。半年了。半年。哇，很长时间了。对。啊，你看呢，这个头上这里痛了。哦，手麻。手麻了，在这里也是手麻了，在按这里也是手不舒服了。哦，真的。全部压住拉到来这里，这里好看这个手啊，这个手上呢也是卡住了。哦，对。旁边这里呢也是有点卡住。对。好，这个手啊，上来这里不太舒服了。你刚才听了。这里上也是不太舒服了。对。全部是在你的颈椎的问题。等一下送给我来。最重要是手脚麻痹，影响到很麻烦的。我的脚啊，3分钟我就不舒服。住哪里啊？你是？中国。OK 啊。哦，中国上来的。OK。好，先攻你的颈线来。2, 6, 3,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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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大大的头，看这里，再看这里。好，刚才你听到比较精准，啪有两个声音啊，那个是骨侧的位置啊，你的颈椎有骨侧在第四跟第五，所以影响到左手比较痛，感觉到有心脏病的感觉了，好像这里拉住，全部是压住。好，现在上头压上，轻松了哦，再高一点，啊，现在你的眼睛比较高了。好，左边 ，OK 了一点啊，右边舒服了，大力一点啊，现在，再放，再放松啊，好，好，现在就是弄你的颈线，上看你的手啊，轻松很多哦，轻松很多，舒服很多了，这个手呢？稳到了，要照顾你的颈椎啊，五次，对了，只是回去啊。等一下，不会马上回去啊！不敢太太久，很安全啊！不敢乱跑，不敢乱跑，至少安全比较重要。对，不敢乱跑。怎么样？
全部塞住的。全部塞住了。塞住。听到这个咔咔两个位置，好，现在手麻痹的位置，上头下上下，手轻一点啊，麻痹轻很多啊，58%，刚才一上到来这里，整条手麻痹了，刚才这里最痛呢，麻痹轻松啊，这里呢？一些轻松很多啊，就是你的颈椎要小心，因为你半年了，半年跟有骨刺在这里啊，刚才看上一声音，那个就是压到骨刺的位置。上手也是比较轻很多，轻松很多啊。好，现在要你两手放后边啊，睡在我的脚，对，呼吸，下到完，再呼吸。下到完，哇，听到我啪，全部是在这里的，第六根第七条，现在上一下，舒服很多了。好，站起来一下啊，最重要没有这么麻痹先。好，上那边了。你上下啊，趴下去啊。这样子啊。对，很好。好，也是24小时脚麻痹啊。那脚底。脚底这里。对。这里。对。包括神经。好，有痛你讲痛啊，这里痛吗？酸啊。这里的。这里比较酸，这里上一点。酸。这里。这里还好，中间，中间还好，还好啊，上一点就有点酸，这里啊，有点酸，这里酸了，酸，很紧啊，这个，紧，在这里紧，在这里。哇，这个也是，你看你的盆位啊，这个放来这里，一个盆位按不到的，这个盆位高低啊，你看它把它按不下去了，很硬，这个脚还好，这个下去，你看这个是平的，这里动，就是这个动，这个高低啊，你看我放在这里啊，我这个按呢，这个痛就是没有高，就是这个盆位压到。太高了，压到这里的神经线。这边很高，这里很高，很高很高啊！等一下送很多了。哇，没有不，哇，不平均的这里。越大越小。一个大一个小。肌肉不平均啊。对了。最重要是跟我们的盆位一定要高低平均啊。好，这个上下按轻松啊，刚才这个很硬的。感觉到？比较有那个弹性啊。小手麻痹。哇，这样。
好幸福。睡啊，旁边睡。对，去拿一点点。这个饺子，这个饺子呢？对，两手放旁边，然后这里。被伤了差不多90度的，现在你的这个到这里啊，45度开始很痛了，痛是在这里，跟这里，这个是脚板，麻痹全部是在这个有一粒的呢，这里，好放松啊。全部压住，这里，哇，好，不要动啊，看这边呢。也是90度上到这里，这个也好一点了、这个比较好一点，你看差不多90度。这个好多，就是你这痛是在这个脚，这个比较瘦。我也老高险，我没有。好，再转回来这里再看呢。那个这个盆位很重要的，刚才一个高臂是人家，还有一个高臂人家，所以压到一边一个脚麻痹，两个脚也是不舒服的。开始是这边啊，这里开始的，好，再试一下，好，三脚，痛吗？它可以，轻松啊，对，现在看上面吧。这里痛吗？有、no. 这里痛吗？这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还可以的。这里最痛。这个脚腕不舒服的感觉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放来这里开脚，这个我看不到哦。这里很硬，这里很硬。对对。这里下不到，这里不舒服，按不到啊，下不到。这个弯弯，名声，子安，可以，这里看，开，也是在这里卡住啊，开不到，看很远。
塞里面的感觉，我带有顶块的在。放松松啊！1、2、3、4、5，哇！放松啊！哇，这个还硬！1、2、3、4、5，啊！放松啊！你放了，我没有感觉。你有感觉啊？嗯。全部阴了，痛很多，很多痛。有哪重的动作吗？工作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送啊！